男人说的话跟行动能相信多少，全是谎话。你最近没有对象吗？看来有嘛。几岁了？35岁。35能暧昧得起来吗？在你父母面前说清楚啊。玉天，在公司门口把你带走的人是谁？是我喜欢的人，你要怎样？就是那个人。谁啊？俊熙吗？把手放开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正官庄 Everytime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。